当大杨哥生了女儿之后，小杨哥嫉妒心有多重？他今天晚上不来了，说你这样你一人播吧，别卖货了，你去播鱼了。我说你来，你必须得来，你不来就不播。我说今天晚上你必须得来，为什么要让他离开他女儿，自小让他见不到，见不到他受不了。你是个狠人啊！他本来说不来，然后我这女儿，我得照顾他，我不想走不了。嗯，那我硬想要来，我说你不来就不行，必须得来。哎，这五个小时你看不到我气死你。嗯，真坏。哎，兄弟，好久不见，兄弟。哎，兄弟，哎呀，你两个儿子，听说。哎，兄弟你好呀！哎，你再来一遍，给我重来一遍。哎，兄弟，哎，兄弟，哎，我女儿呀！哎，你这。天天那个直播的时候，我天天说我第一胎我想要个女儿，还真送中了。还真是一个女儿。哎呦，你有女儿，你从直播讲半小时女儿，你就跟没我高兴，人家没有吗？跟人家没有高兴，高兴嘴都弯成死样，我一巴的呼死，呼完都高兴。哎，那个刚才打印那个照片，要不给你两个儿子打印个照片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女儿也打印一张，一百台华为平板，别急了，老弟，把这个帮我带回去给我女儿用。好，我准备了一百台，你帮我拿着，来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，装一下。别忘了啊，嗨吃家的这个是我喜欢吃，我女儿就以后就喜欢吃，我不骗你，我觉得我的女儿像我。哎呀，你给你的两个儿子会不会也喜欢？哎，老妹儿，你家是你还没结婚吗？哦，没结婚。多少单？我一个女儿。真好，一万五千单。不，我的女儿刚出生。你劝什么了？人家没有就没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说一下怎么了？说什么嘞？有了不起？这大歪嘴，嘴都歪成这样了。啊，就歪了。了兄弟们，我改名了，我叫张不正。你真不要脸是吧？我能不能这样？我能不能让我哥的女儿认我为干爸呀？不能吗？不能啊！你本来就是小爸了，怎么还要认干爸？他女儿可以叫我小爸，可以来跟我妈讲一下。我也是爸了，我感觉叫小爸爸行不行？小爸爸不太合适吧？我还想带两个爸，直接叫爸爸吧。两面往中间挤一挤。再挤一挤，这样受不了啦。小杨哥带货富贵鸟男装羽绒服，品牌方竟然安排来了四位美女模特。我说你这品牌方啊，咱款你就四个女模特，你干嘛？哎，谢大哥。小弟来呀，小弟得穿上啊，小弟。好，兄弟，我穿上了啊，很好看啊，这个很好看啊，啊，非常的棒啊，非常的哇塞，看这白的啊，它这个背部我看，保温隔热层，这上下多少钱？699吗？啊，多少钱呢？今天再想个直播间，别急，二百三十九，没想到在接下来报价的过程中，小杨哥报错了价格。上次卖的199是不一样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它是中长款，它是中长款。你先不用讲中款，咱们直播事故了，没有事故，兄弟们。是吧？这个本来是239的啊，就239的。你讲啊。然后你说了你就只能这个了，说了你就怎么开上呀？兄弟们，好，199来，199送车，199块钱还送你一个羽绒清洁巾，这个你可以放到口袋里面。天气越来越干燥，网友想要一款好用的身体乳，小杨哥知道后，把小杨嫂同款的半亩花田叫到了直播间，价格绝对优惠，快来带回家吧。半亩花田听过吗？没听过你就是废物。我现在就听过了，我也没听过。开什么玩笑，我以前给你买过，你说你没听过。我媳妇买的，我送了你一瓶，让你拿回给你媳妇。哦，就这个呀？对，这个半亩花田吗？啊，还说没听过。那我也没拆，我也没拆开。到冬天换季的时候，咱们在空调房很容易干干巴巴的，硬硬绷绷的。那么就用我们这款身体乳，用了四种植物精华油，还添加了玻尿酸、泛醇，能做到24小时长效补水保湿。而且里面还有高浓度烟酰。好，他们家还有一个这个啊，他们家还有一个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磨砂膏。磨砂膏，你们看啊，常洗澡呀，你别整太多啊，就给它当成那个什么沐浴乳用一样。整那么多，你还整，别整太多。柔和一点，柔和一点。
看见没有？小亲爹、哎，你看你看看人家，你看看人家，这感觉老痒痒嘛，这是。这啥？刷厕所的。啊？你看，皮都掉了。今天你看小哥做活动啊，今天一瓶这个，一瓶磨砂膏，这什么？这是果酸烟酰胺身体乳。再加八包小鸭，可以先用小鸭对吧？对的。啊、感觉不行，把它全退了。对的。七天内你可以先用小鸭，不行把它全退了。69.9，上上车、啊。一分钟让你明白这兄弟俩到底有多少心眼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嗯，还能闻呀？嗯，闻两闻呀，闻呀可以，闻呀闻呀闻呀，我也给你闻了。别想吃，我跟你说，你看你，你怎么就吃完了？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没心情了啊，兄弟们。我一起来、我现在一点信心都没有。这个原则感觉跟没有刚刚的原则，这你吃过了啊？让我尝，当我傻了？你说当我傻？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下面才是重头戏，精彩马上开始。妈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我刚才吃一个，它这里面好像是那个。啊，鱼豆腐，嗯，啊，这哪是这是哦，鱼豆腐，我看一下啊，高汤是，哦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哎，刚刚准备拿嘞，刚准备拿，你是不是弄进口了？没有没有，刚准备拿，你吃吧，刚准备拿，你吃吧，我不吃了，我刚准备拿，你肯定进口了，当我是傻子。小杨哥直播间这次来了个最年轻的品牌方，上来报价就是3272。3272，你这几个加3000多块钱。小杨哥对此明显不相信，看宠粉的小杨哥是如何把品牌方忽悠的晕头转向。一定要相信我，对，你知道吧？你们你来我直播间，你什么都听我的就行了。老妹儿，你看我们怎么卖货的啊？嗯，这个我跟你说，这三千多算是逗你的。对，他逗你的。对对对，一定要相信我。对，相信我。不管是价格什么什么都听我。这个套盒，一个套盒，两个套盒，三个套盒，这是主套盒，这是两个面膜，是吧？对，我是不会骗你的。他们说3000多块钱，你们老板跟你说3000多块钱是吧？就逗你玩的，逗你玩的。我说多少钱上车，你信我啊？你信我，你相信我。来，299上车。小杨哥直播间三个主套盒，两盒面膜，28支精华液，299元到手56件，这价格真香。很多粉丝都想要价格实惠又好用的卫生纸，宠粉的小杨哥一向都是有求必应的。我们146.9，大概能买个50包吧。今天在小杨哥直播间，146.9，51包，52包，later，72包，卷纸，40圈，一提800克，今天小杨哥这么多，146.9，4个包裹发货。